你爸，你没来逢甲，对啊，超久没来逢甲了。没有，我会来啊。你会来？我女朋友会来这里买衣服，她有个朋友在卖衣服那边。不是因为我们最近要弄市集，应该要可能要来考察一下。对，看一下。哎呦。 嗨，Hello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哎，今天怎么有空来我们逢甲？没有，因为我们来考察，对，因为我们现在在录个节目，我们在录实境秀，对，哦，是啊，我们要到台南的渔光岛去办市集，是是是，然后我们现在都还没有头绪，不知道要怎么办市集，要卖什么东西。其实来我们逢甲哈，我觉得说我们逢甲是。 很多好吃的夜市美食啊，当然我们很多年轻人最喜欢来逢甲，为什么？因为逢甲里面有很多的创新的文创商品，当然也因为学校很用心在经营，然后配合台中市政府，其实办了蛮多的活动，像这次我们有配合这个台中市政府办一个购物节，那我们购物节，对啊，那个因为我们办活动啊，因为它是每天都抽现金，抽它怎么抽现金？它就是我们好像有个 app， 对对对对对，那一个生活通跟购物节什么的，那我们店家就加入那个购物节的平台，对，然后呢，只要消费者到我们逢甲商街买，我们就有一些抽奖券，那抽奖券就电子就会抽，那我们说不定我们可以用，可以啊，因为我去年没有抽到。 你有抽啊？有，那时候发票就有。它是不是啊？我这块就有车子，对，有豪宅，有车子，还有土，是厝，真正厝，伫刷那个厝啊。做我觉得，台中市政府购物节对我们逢甲商街，真正帮助很大呢。不止逢甲商圈，对不对？而且全台中。是是是。一中啊，五处一中啊。一中嘛有啊，但是问题是，逢甲是观光客上济所在，所以足侪人伊会来，伊讲伊来遮住。 到饭店，啊，因为你高速公路离家就近呢，就来这就停车，啊，就住这。啊，所以来逛逢甲的人，观光客较济。哦。像我们这里哈，有些国际观光客就喜欢，像那个韩国人，他就喜欢来我们有个 Good Old Day， 他就是有手环呐，一些文创小品啊，像这个贴纸啊，他就会到那里去。但日本人就又不同，因为我们国际客多嘛。对。像日本人，他就会到我们那个什么弹珠店呐，他有对铜湾的那个弹珠店，他就玩。 他其实就是感受到，哎，其实他的压力嘛。那像香港人就不一样了，香港人喜欢到山西，台湾山西其实很便宜。哦哦哦。哦，就尤其方面像自费棒啊，这个都很便宜。现在香港毕竟还是贵一点。每一个国家的人，每一个哎，每个不同。对，像新加坡人就喜欢买那个美妆，因为我们药妆台湾的药妆其实生意很好。其实就像台湾人去日本买药妆，对一样道理。但是他也会想要来我们台湾，因为台湾其实也蛮便宜的。像我们有常常会有一些买一送一的活动。 啊，面膜、买一盒送一盒，啊，这个东西对这些观光客来讲就超喜欢。哦，好意思。对，哦，买一送一哦。是啊。有，你来，咱叫父母过来，谁帮带什么嘛？好啊，欢迎你们，欢迎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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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前都没有，还是买个东西，你喝、啊，你要不要你捧场一下、啊？没有、啊，他你就点个蛋的啊，你喝呗。好啊，我不要吃冰。我慢一点，我慢一点。不，我慢，我的这个科梦波丹，好喝，这有点像肯丁大街的感觉，可能就是这样了。对，感觉里面有一些表演的吧，就是他如果走到玩游戏的，玩游戏的有表演的，就是乐手唱的，然后大家椅子可以坐在外面，好，对，就会烤山度了。好，200这里，好，谢谢。拍照啊。好，我们自拍，我们自拍，自拍好啊，自拍自拍，手机给他好了。好，我来，我来。没拍到，没拍到，节目组会赔。不值钱，没关系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，1、2、3。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这酒，这个浓度很高吗？没有，大概是3%。啊，还好，还好，这一小杯还好。好，那我们走了，拜拜。你谁？你是我同学吗？哦，然后谁会叫我本名？哦，陈浩宇，对啊。不要，我们买了，我们买了。没有，我们录节目，我只是说。招牌。对，我们要招牌啊。加面。就不用加面。不要面，不用，我们就招牌。对对，我们。要加蛋，我们的蛋是新品哦。好，加蛋好了。加蛋。其他的要吗？不要，先蒸就好了。这样多少？这样子，我们老板娘说要蛋烧蛋。
蛋炒好，蛋招待可以。那我们招待洋葱。招待洋葱，那我可以招待葱吗？来，招待招待葱。好，一样啊，一样啊。我们是要去台南摆市集，我们在渔光岛那边要做一个市集的活动，所以我们才先来那个东家考察，因为我们自己台中人啊。但是因为渔光岛那个地方，那边的里长想要复苏那边观光，所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。外资真的很少，三个月之前才去过。啊，你俩去过？少，大概三趟。哦。冰棍是什么？冰棍就是有冰棍，然后剩下不了299，哪里？前面299啊，这个。要不要来一支最高级的麝香葡萄？哦，那我也葡萄了。啊，我也葡萄好了。好，来开个大量。哎，我试了自己买一支。啊，然后就用。不要，这还有1000多。最好啦。啊，一支买一支的。对，一支啊，吃一颗就好。好。一个麝香葡萄的。一个麝香葡萄。然后再一个。原味好了。原味，原味。对。然后再一个进口。进口草莓。另外包，另外包，分开装。对。原味，原味。哎，行动真的很漂亮，对啊，没有，我们要穿的那么漂亮。其实我以前都以我们以我们的功法，我们穿的很漂亮吧。看，刚刚好吃哎。哎，我那这是可以吃吗？这吃可以直接吃下去，籽不能吃啊？可以啊，爆干好吃。难怪喜欢吃甜的人会喜欢吃这个，因为它吃起来很爽，很好吃。喂，好好吃哦。它糖不会腻，不是那种死甜的那种感觉，真的很好吃，不是死甜，难怪牛逼。哎，蟹肉饭好像不错哎。白送一，白送一。好好，来吃一个。白送一可以放在哪个口味？口味哦，我要海苔，我要辣味，买一送一哦，刚好。所以150嘛。对。好。他可以帮我丢下垃圾吗？好，那我这样的啦，因为就是人情味啊。嗯。哎，安平哎。嗯。你们是安平？是安平的吗？安平。不过就是我们刚好要去台南的渔光岛那个地方吧？对啊。好巧啊。太巧了吧。走吧。